近日 ，Jade 的预期在 Neverdeal Vlive 上通过个人直播与粉丝见面，直播了超长时间2个小时，向粉丝更新他的生活，回复评论并谈论他的兴趣。在直播中，与其被问到他对不同偶像的感受以及他想和谁做朋友，与其看了评论回答道小婷，神小婷，然后还害羞起来，对着镜头腼腆的微笑。与其随后坦白了自己对偶像的感情，说我也很喜欢他，但我有点害羞。随后便寻求帮助，他让那些周围的人告诉沈孝廷，与其喜欢他，想认识他。他补充说，他希望所有的中国偶像也被称为中国乱，可以互相认识，成为朋友。不过，沈孝廷并不是与其唯一一个想结识的中国偶像，还透露他喜欢并想和 aespa 成员宁宁交朋友，坦言自己经常看 aespa 的表演，但害羞不敢亲自向宁宁要他的微信。看来与其想要和所有的中国偶像交朋友，与其已经和很多在韩的中国 idol 成为了朋友，比如 Pentagon 的严安， Everglow 的王怡人， GOT7 的 Jackson 等等，不愧是社交小达人。 idol 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